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11主播月轩。接下来呢，把一首歌《鱼跃龙门》送给所有的宝宝们，希望大家关注我们6月18号晚上7点半2924文家三周年庆和我们老大猪头文的新歌发布会。所有的猪宝宝们将以最诚挚的热情恭候大家的到来。7点半6月18号锁定歪歪调频2924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也把一首好听歌《鱼跃龙门》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有一种吸引力，在这里我们相遇，有一种凝聚力，让我们成为了兄弟。哦哦哦，今生今世不能忘记，无论狂风暴雨，每一次面对难题，我们同舟共济，联手撑起这片天地。哦哦哦，是你们给我的勇气，回头看这一路走来，最初的那一片空白，在这里慢慢添上色彩。鱼跃龙门，我们看到最美好的未来，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代。兄弟姐妹们相识一场，我们在这里成长，慢慢变得坚强，有过太多的感动，你们在我身旁，那些心中的梦想我们互相担当，就像一家人，一双双的肩膀，一起扛起属于我们的辉煌。夜有多大任凭我们飞翔，这有一天谁来登上家里陪王。有过太多的遗憾，不要再次失望，前面太多的路还有接着闯荡，人间那些欢笑都有你们分享，即使再多的痛苦也有伴同当，时时刻刻我们要坚定信仰，瑜伽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场，雄志择强，人生的主场，我们无所畏惧，谁也能阻挡。狂风暴雨，每一次面对难题，我们同舟共济，联手撑起这片天地。哦哦哦，是你们给我的勇气，回头看这一路走来，最初的那之前的时代，鱼跃龙门，我们相信明天会更精彩，我们永远都不言败。永不言败，永不言败。前的时代，鱼跃龙门。